以后叫不动，他们都打烂手。对，啊，开心，还开心见到你。正在拿枪哎、欸。结束要鞠躬啊，要鞠躬，要鞠躬。嗯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没有看到你。时候我们的。我们的牧师啊，谢，一个人可以顶一千个啊，还有厉害吗？波啊波特，帮我拍照。来，我们先报告一下哈，雅物艺术团，还有我们的周冰冰，要不要彩排一下？都没关系哈。下午四点半。有我的相片吗？白玉荣，啊，今天没有你的，但是我给你看我有的。那有我的吗？没有你的。然后赛亚舞蹈团林若文，好、周冰冰，好、这个以上名单是我们今天上午要表演，下午要表演的名单哈。这边啊，我们先开放彩排时间。如果你对你的音乐、对你的舞蹈、对你的歌唱有任何有一些想要去调试的，那我们这边音响都准备好了，那给大家一个彩排。好，你是姐姐，我是弟弟。对不对？那么神秘，戴着口罩，我还以为你是 Michael Jackson 呢。是弟弟。对。打扮是姐姐。礼物姐姐。好吗？第二首，我们就叫什么代言的名字？叫什么代言的名字？好了哈。啊？你叫什么代言的名字？仔大。仔大。我的是 U Bus。你帮我拍一张照。可以可以。有我的照片吗？啊，我给你看我的。会有有照片来给你看。有我的照片吗？之前没有，就是，但是我有别人的，应该去给他们。有我的照片吗？没有。没有了，我很久没看到你。这个不是姐姐林薇吗？姐姐林薇。林薇。林薇姐。二把上，给我给把上。啊。这个是他的。啊。等下给我，这也给我，这就不是了。这个都不是了。等一下、哦。哎，弟弟，我等下给那个弟弟。那你的照片没啦？没有我的，没有你的。啊？没有你的，我今天要拍你的，要帮你拍。这个手势要摆得大一点，要优雅一点，可能哦，要表现好一点，因为牧师在看哦，如果表现不好，下次就不让你们出来表演。
来，这样子可以了，第三首就不用踩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OK 哈，好，谢谢我们的芒果青少年团系，来叶凡，哎，接着叶凡，哇，志成你跳的，你姑姑都替你掌声鼓励了哈，所以你姑姑可以退休了，你可以接他位置了。哇，他要加吉他。嗯，你要来看吗？啊，他是雅娜，雅娜吗？哦，不是雅娜。His one and two， 哇，真的音箱啊，很厉害，音浪大家不放会放到地上耶。那个，对吗？然后，因为我们这边时间有限哈，我们这边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哦，我们上午的节目是针对我们地方的很多优秀的艺术团，还有包括像叶凡这么优秀的创作人才哈，好久不见了哈，一出来马上就戴个口罩哈，保持神秘啊，是不是？因为看到润润红啊，对对对，显然他是我们上午最佳的 super star 啊，哇塞，叶凡哎。不同凡响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叶凡，对不对？多么有文艺气息的名字，叶凡可以吗？这样帮你打广告呢，对不对？哦，要技压群雄，尤其是王红晚上要来哦。嗯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小小的表演，只要你认真的话，很多的人看到你的表演是被我们吸睛的话，其实后面有很多的优秀的表演都是邀请的，所以大家都要认真做。哎，奇怪，这突然谁在讲话呢？这个人我们大家都不认识的哈。哎呀，怎么突然来一个绿巨人啊？什么绿巨人？没事，好山好水，所以我今天想说，哇，一定要跟大地连成一片。没有政治色彩了哈。没有。如果是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边全都是蓝的。啊，等一下，叫那个打光的大哥帮我打蓝光在上面。那个美玉来跟你介绍一下哈。好。那个橘色衣服最帅气哈，高俊英俊挺拔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科的科长哈。科长你好。思伟科长。Hello， 我是美玉。杨美玉，明日之星的好不好？好。虽然他来了，对不对？显得我比较高一点。等一下，我脱鞋子啊。把你高跟鞋打断。上次都打断一次了，有吗？是你自己明明是踩到泥土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慢讲，慢讲，来，啊，慢讲，马上。人工的可以吗？人工慢讲，你要吗？好。来，我们这边也，我帮你们大肆的宣传预告一下哈。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音乐聚会，是属于我们五峰乡专属的高山音乐季哈。那当然，节目内容非常非常的精彩。那这边广告一下我们这边在地的我们所有的村民的村民，还有所有野兽来的好朋友，因为叶凡要唱歌了，所以我先暂时停一下啊。现场的朋友掌声鼓励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们的所长也到了哈。没有人帮我停一下，我要停。我们叶凡的那个。好，是那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来站后面。看那个声音有没有被压，帮我听一下。帮他听一下，那个人现在哪里？太远了，你在哪里？挥手一下好不好？有没有听到？好，那我就。等一下 ，wait。我们这音响哦，真的非常多的设备，我们花很多的钱聘请老板帮我们，所以呢，你看一人作业全部包办了。你看他酒要谁要我报啊？你的朋友在哪里？我叫他听，还是我下去帮你听？我的耳朵很厉害。叶凡，那是我们前年办了一个全国泰雅族的音乐歌唱比赛，哦，那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好呢。真假的？人家都是唱人家的翻唱歌。叶凡，那你等我，我到后面拿我的手机给你录影，看你放在 YouTube。哎，他是创作歌曲呢，我们在地的创作青年呢。我像后面有人吗？谁听的？没关系，还目前还没有。
啊，不行不行。在他这样调音的时刻呢，我希望大家赶快拿你的手机，然后按取那个摄影，因为在彩排的时候是非常的好笑。喂，喂，喂，好。一凡非比徐凡，创作歌手蔡雅君。好像正式一样，你们在旁边。有压力吗？没有。嗯，很好笑。好笑，小心，我要陪你呀、啊，我怕你会紧张啊。不会。带来哪一首歌曲呢？海岸的边缘，自己写的歌。海岸的边缘，哇，那就在我们台东耶。对耶，有住过台东哈。不说不缺，有说让我难以忘记。躲在海风之中，回忆就一段情。哇，今晚啊，今晚，你妈妈来这里吗？你妈妈来吗？她又来吗？没有了。那我看到外公外婆没有？哦，外公外婆。或许我依然在阴霾里的边缘，我说是我怎么样才能够跨越爱不错，你没错，我要感谢无知的人在这里把我心中想。一代一代，你们两个一起来好不好？对。咋说？哈哈，好重。来中南吃菜。嗨。再调一下哦，这个专业的人就是这样子哈，真的哈、哦，非常要求，是吗？对对，我刚刚给他一点建议，对他的声音很糊，糊，对，站在这里声音盖起来，我要求他等一下好好注意听他的声音，不然他的表演其实非常丰富，声音非常丹田，但是通过麦克风的话其实彰显不了他的能力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。他们要来下午，他们你看他们穿我们两个在台上，我们两个在台上，